好心话起，请阿爷讲哦，袂请爷讲来抱仙人，伊拄啊厝顶的干阿芳。一夜一段来所在当，也讲天也着啊，这个好心的讲，讲伊忙啊，做人不正宗，是哦是哦，走出那尴尬的洞哦。未来修道是只仙人翁，哦啊，阿爸今啊这个啊，牙工的卡手特别多，36支特别，无神看到唔舒适。金门家雀伊一个啦，啊家雀住伫菜都啊府，人人称伊是为军师，也伊的价值大项有。两记消息搁伫身躯啊！哇，即马家族啊催生啦，无差创意，一气一战啊，血山不红。紧对好心的来约束，也讲一气的小路浪。看到啊，夜间来，即马赶紧报号，迄个仙人啊知呀。阿个仙人啊，想过你，伫心内。哦，忙啊，紧紧紧，啊，即马你紧去请迄个参干妈来呀。哦啊，即马。干妈住伫呀，田花空的，你紧去请呀，伊的一人啊，那无伊来你事歹胖，去请干妈抱夜干你。哦啊，他即马这里呀，忙啊，知影讲啊，这世面真歹啊哩，啊，赶紧啊去请这个田干妈来。啊，陈甲爸听到蚊仔在咧讲，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吼，那这个野工的法度是我了解，嘿，我甲他放了，伊都唔敢来啊咧，嘿嘿，啊，今嘛这个哦，蚊仔去请这个陈甲爸，要来消毒野工伊的脚，啊，这野工大红要来夹夹，啊，等咧甲爸将咧放了去哪吒，哦，哎呀哎呀，今嘛野工去受着迄个甲爸了，听到安尼，规身是咧扑扑着。吼、哦！发大声细声，伫咧哀哀叫，脚骨真像火在烧，哎呦！呀，当即嘛听着，规身皮皮抓，无脚打死母的，安怎样拖啊惨啊咧！哦，我这个脚骨喏，受着咧，干嘛了？规样那了了啦，无脚当然咋拖？一条青草，迄条树苗啊大，安尼远看，苗嘛干哪抓？嘿，一条青草树苗啊大啦，啊远看着嘛干哪抓惨啊！夜工这脚骨是咱了了。袂顶袂当，在涂骹安尼直聊聊，啊，想着也真见笑。哎呦，也我为你做花心咯，这个事的下下笑啦。我为着你做花心，这里啊细笑的。哦，打这么花心，不管是看人眼。啊，感觉你的法度也较敖先，啊，感到放了我咧唔免见，哎呀，看来牙工也是真可怜呐、啊，到时你烦乱，哇，即摆牙工才甲这个呀好心讲，紧紧，你即摆去请迄个呀蛇大王，住伫青山石峰洞，啊，就请伊来交通，哇、哦，即摆好心赶紧呐。
要去行嘞，即马走到青山路，叫出个四阿兄的，大声问遐四阿囝，我即马讲啥大王伊的名嘞？咦，哦吼，即马大声听到啦，迄个真欢喜哩，痛甲是嘴哑咯。你要把我的腰架强袂死，加西路哪有通好来支持你？哇、哦啊，即马大侠去学和尚啊，甲请来呢。哈，即马这个哦，感觉看到大侠这个教伊，哦，我、啊、大侠呢，看到你嘴啊开开开。啊！你感觉是惊，敢若目睭微微微啊！哎呀，叫你大声咧吹一个八开，哭一个哇！一只刀解吞作一嘴，吞落这个颔棍安尼急一路伊呀！啊，嗨咯！感恩你是真怕生啊！在天口头下远，感觉你是真打算，望你是靠到头下远，我有情煞干你的旁边。哎呦，靠到迄个厝呀！我的甲仔兄，你死了真凄惨，侥幸你死，我唔甘。甲仔你死多日头暗，即马蚊仔伫咧甲伊做孝男，啊日头啦暗着做下，一规天拢去苦苦地暗暗的倒啊脚，靠到身躯是拢无嘛，啊为着冤仇来争吵，爱苦恼苦恼嘛。着这个元宵真要紧，我打准备带着起身咯。人啊来想着情着真，要搁去请迄个黄金莲。即使我去行，我今日陪伴。头尾来到迄、那个花果山咯，哦，去行紧陪伴呢。啊，头尾来到迄个花果山呐、啊，王金莲出来等，咱啊甲伊下讲一阵咯。唔芳第一歹性地，要做蚊啊你一个，做一芳当安尼一大个啦。哇、哦！打这么尾啊，到这个大侠一起冤家啦！哎，哦，打嗨咯，嗨咯！这么加抓吹声啦，即时知呀！哎呀，赶紧讲哦，这个和尚你怎样呢？哎，这么晚啊，吼，都要起大本来咯。哦，平安等待天光，你平安知呀？哎，这么这个五方精灵啦，伊就会到位啊呢，等来赶紧安排。好、哦，我那边怎啊？两查安排呀、啊？啊边怎死狗死当当的？人讲哦，水来土掩，啊兵来呀、啊，上当呢？哦对不对？啊那你在咧惊什么？啊这，哎呀！好心来听着啊，大川伫底讲，唔通剑术骨极灵通，两早一班才妥当，吾会请啥人来伫下方？啊对啊。